车也是骑这条啦。嗯。嗯。在总统府拍。仁爱路都同一个方向而已，跟信义路一样。对对对，单行道啊，算单行道。但是有一段，后面那一段有一左边可以过去的。啊，信义路有啦。信义路没有，信义路整条都是单方向而已啊。啊，这只有公车反方向。公车反方向，对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车啊，一般车都没有往那边啊，这人那刚刚后面那段比较宽，我们要来的时候左边有可以往东的。你说哪一条右转？青岛还是那边？是不是？没有，这里还没有到，还要到总统府那边呢，到公园路，要过中山南路那个圆环，还要过一个圆环，刚才那个圆环比较小一点，中山南路有一个圆环。就走到底，就走到圆环那边，就是旁边这信义路连在一起的、啊，跟圆环连在一起，还跟中山南路。哎，有空我没有再开，你就开出去绕一绕，没关系啊，慢慢开啊，才会熟啊。就像这样注意右十分，所以说，但是不也不能留太大缝，两边都不能留太大，都是剩下一点点最好，不能给你留大就表示一边可能会给到啊。刚刚你开出来这样就对啊，差一点了，就右手边太靠近了。啊，你说刚刚从家里开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对。我们家里最难了，家里的进去回来就出来最难的了。还要移车啊，哎，所以有空就练习啊，没关系啊，赶时间就不要，赶时间有时候太危险了，会开快啊，很容易就给到了。对，还要走到看到红灯那里，还要再过红灯那里就是。就是那中山南。